我们来看一下这一题，同学，长这样子，里面打点这个是中指，中指不用看，为什么中指不用看？因为中指不会影响到它的正负。那 A 里面有黑色的一个，是代表直指之一，外面有一个电子，所以正一负一零。B 里面有两个直指，外面有两个电子零。C 里面有三个黑的是直指，外面只有两个电子，所以是正一。猪的话里面只有一个直指，外面有两个电子，所以算出来是负一。这样，这题我们就可以轻松得分。